一辆小货车左转过弯，准备驶上宜兰桥，不过车上却有不明物体喷飞洒落，后方轿车纷纷急刹避让。从另一个角度再看一次，原来这辆小货车满载鸡蛋，疑似过弯太快，脑篮鸡蛋从车上翻落，重摔落地，蛋液流了满地，让目击民众全看傻。 我看情形，伊个软已经落去桥顶，啊，然后规垮的啊，大家拢闪啊，都啊嘛闪，车嘛闪。较危险。车安全危险，车无进闸。事发在宜兰桥头六号中午12点多，一辆载送鸡蛋的小货车疑似车上鸡蛋篮没固定好，车速过快就这样被硬生生摔落，这下鸡蛋洒满地，影响交通，回到事发地点，即便清洁队前来处理，不过地面还是留有大片蛋液痕迹。那阵欠两个，结果即摆两个，你头壳安尼澹，真可惜。 两蓝约40斤的鸡蛋，破千元的价格就这么浪费，让民众看了实在好心痛。记者林晨、郭玉生，宜兰采访报道。